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套 IDT 的最新的无线电源酒店方案的套件，我们包括接收跟发送。那发送的话，我们叫 P9038；那接收的话，我们叫 P9025。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9038的套件的。那如果大家拿到这个套件之后呢，可以看到会有这样一个盒子。那打开包装盒之后呢，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评估板，那就是我手上这一块评估板。可以看到 IDT 的解决方案的话，我们评估板做得非常的紧凑，非常的小。那可以看到，这个 PGB 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小，可以直接放到您的系统里面，直接设计，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，因为这是业界首款集成度最高的解决方案。可以看到，它的主要的器件由线圈还有我们的芯片组成，没有其他的器件。主要是其他的一些电阻、电容的器件可以看到。那今天告诉大家，这个板子直接可以拆解，怎么去直接拆解到放到您的系统里面去？那可以看到中间的话，实际上有一根这样的白线，这个板子从中间是可以掰开的。当你拿到的时候。掰开之后呢，把这个两个焊点给用烙铁把它焊下来，把那线圈焊下来。焊下来之后呢，把这个，因为这个中间它是用胶粘上的，粘上之后我们可以用刀把它划开，划开之后把这个线圈拿下来。拿下来之后，可以把这个小板子直接塞到您的系统里面去，再通过这两点给焊上，焊到您的系统里面去。那这样的话，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板子放到您的系统里面，直接可以工作起来。好，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P9038 的评估板，怎么去把它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的情况下，直接放到您的系统里面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